都知道，现在好歌真的要有的时候是需要运气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跟这个唱片公司，我们唱片公司也都很开心，这次有收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，几乎每一首，但我自己都觉得我还蛮满意的。我们来问一下明义，看大家最喜欢哪一首，好不好？你喜欢的歌名叫一下哦。太好听了，那个还有呢？哦，好，那边呢？那你觉得张韶涵下一波主打歌应该是哪一首啊？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。苦尽，还有呢？再快乐一点，再快乐一点。还有呢？好啦，你已经吸收完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待会还有更多的歌要唱，不过呢，让效果更好，我们换一支麦克风，对不对？我们请 Angela 去把你的头盘卸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换一支手麦。In the meantime， 我们还有5份礼物没送出去，对不对？